熟练化刀，其余油亮鲜嫩、深夜想吃生鱼片，屏东老饕熟门熟路，通通报这个地方。今天晚上就特别想吃生鱼片，就只有这里有。刚不上来的，比较新鲜哦。 吃的比较不会肚子痛，其实蛮想睡觉的啦，还是来吃一下。想睡觉还是要朝圣东港华侨市场旁鱼市场内这家生鱼片，走深夜食堂路线，凌晨1:20卖到早上8点，常常桌桌客满，很多人排队等点餐。最大特色就是秀个短袜，跟台北比的话，量多很多也很便宜。 大概20左右吧，蛮爽的。屏东五家都很好，不约而同大赞 CP 值超高，总和生鱼片、鲑鱼、尾鱼、旗鱼至少20片，只要200元，等于1片只要8块钱。招牌还有炸尾鱼块，老板说这算是家族事业。日夜颠倒啊，而且工作量还蛮久，标鱼回来还要杀。今天睡眠有几个小时啊？3-4个小时，自己是家族性的。 我们自己的人就有7-8个。生意好归好，但赚的可是辛苦钱。不只有屏东有超高人气宵夜生鱼片，台南中西区这一间牛肉汤同样是排队名店，清晨5点半开门，半夜3点半就会出现摸黑排队的人潮。不论春夏秋冬，都一样人气超夯。南台湾宵夜场有生鱼片，有牛肉汤，魅力惊人。三立新闻朱俊杰、惠山王少宇，台南屏东报道。